迎回到安迪秀的美味秀现场。你看我们的小朋友现在来这边等候安迪秀的美味小吃了。我刚才跟朋友讲电话，讲一下我电话断线了，所以不好意思。然后我现在呢去拍一下安迪秀还准备了什么材料。爸爸有帮他准了蒜米，哇，妈咪中间蒜米准备这样多嘞。一会啊，你又上线了，妈咪的中式方阵 ，say hello to say hello to 都开耶 ，hello say hello hello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you say I'm N N how old are you four ah four you see here where's the camera four is how four I'm N N so 外婆 cooks delicious or not?Yeah. Say good. Good. Yeah. Good. Good. Where's your good? Good. Yeah. 来。Ding. Okay. 阿姨要把 camera 给回外婆了。外婆 ，Auntie Shu， 现在我们的金瓜差不多要出炉啦。我们现在在等妈咪再滚多一下，应该就七七八八了。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我们前半段有讲解到，Auntie Shu 放了油。然后爆香我们的姜鱼子，然后放一点调味料盐啊跟味精或者是味噌，然后拌炒过后呢，我们就放我们的金瓜下去也爆炒爆香，然后过后我们就焖它了。然后现在呢，我们现在就在焖的节奏，大概要焖大概十分钟左右啊。其实等下我们拿出来看的时候，只要软啊就是熟了。然后现在 Andy Shu 还在 check 着他的卤肉怎样了。Andy Shu， 你第一次在我们家用我们的锅煮卤肉有什么感想？Andy 只有冷笑耶，锅又小，煤气煮饭的地方又小。放点多，下去好了。可以，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吃我们的卤肉啦。大嫂，大嫂每次很 on time 的。大嫂是你的忠实粉丝来的，妈咪。每次你一开始开播哈，煮到后面她都从头看到尾。大嫂，我们现在不能进新加坡带给你吃，所以你就望梅止渴就好。狗狗也上来了，你跟狗狗也是做你的忠实粉丝了。狗狗没有得吃。You say hello to 大舅。Say 大舅你好吗？阿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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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呦，真的跟不上你了。走掉了，狗狗走掉，走掉了，他在等着吃而已。然后我们现在啊，我们的金瓜、南瓜差不多要好了，盘啊，等一下拿给你。狗狗，你拉比吹闷嘛？拉比怎样？有没有管到很严？妈咪，你要先给他们看一下，你这样子让它熟了，你就剁一下给他看一下。你看里面它松下去了吗？松下去了。好、哦。嘿，就熟了，所以大家可以轻轻松松在家煮金瓜，也是叫做南瓜。然后呢，刚才我们有讲一个福建话，就是叫卜。妈咪说，我们过年过节啊，一定要拜卜，因为卜的意思就是，在福建话是有钱的意思，所以拜卜呢就会卜。补了过后呢，就会有钱。然后我们现在妈咪在找着她的那个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偷吃一下。然后那天有人建议，哎，其实到你轮到你煮啊，拍了这样多天妈妈煮。然后我们讲，等一下我们开始就要做一个挑战秀了，秀就是我们的秀哥的秀。所以我们过后呢，可能就一人煮一道菜。以翔已经我认定了，等一下过后呢，他就挑战炒蛋就好。牛基要挑战什么啊？牛基，没有，给你看。我挑战沙丁鱼，我已经不了，我挑战沙丁鱼。牛基，你要挑战什么？豆腐？蒸豆腐啊！牛基要挑战他的水蒸豆腐。可以开始不同的人煮。不要啦，煮一样就好啦。等一下我们一道菜不可以吃，其他都还可以吃吗？一道，我跟牛基讲，牛基，你的东西煮不好吃不用紧，还有鱼香包。一箱东西煮不好吃也不用紧，还有牛鸡包，然后我煮东西不好吃也不用紧，还有阿贝包。看我们的饭后甜点，这个是二姐切好的啊，二姐，所以我们在家哦，天天就好像过年这样，就把不要在家，如果觉得在家太无聊，可以打电话 video call 朋友聊聊天这样子，这样时间就很快过啦。
所以也呼吁大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尽量不要出门。最近哦，发现到面粉开始也没有没货了。如果喜欢吃面粉的朋友，可能要提早去买一两包来放在家里 standby。所以我们现在呢，去看安迪的南瓜煮到怎样啦。我现在哦，我只要6:30没有直播，我朋友就开始 text 我了。Sam， 你今天有没有直播？我在 Facebook 还没有看到你。我讲，妈妈还没有叫我，所以我不是我不要直播。安迪讲，他要叫我了，就是证明他准备好了才叫我直播。你看南瓜会有点黏哦，就不要浪费，我们就把它弄干净。这个也是阿 Rain 其中一道 favorite。阿 Rain， 你的南瓜好了，等一下可以来吃了。我们的南瓜是不是很漂亮啊？嗯嗯 ，What is this？ 胖金，胖金，胖金。OK， 我现在放回去了。卡门，你煮什么？今天我还没有去看你煮什么嘞。你的嘉文小厨师 ，Hello， everybody is on in front of you on camera on live now. Anything to say to everybody now? 他跑掉了 ，camera shy. Like， 你看 Andy 秀，我算过哦 ，Andy 秀洗锅1分钟就好了。然后哪一天我可以拿着一个那个 clock， 那个我们的那个 stopwatch 来 stick， 然后给你看 Andy 怎样1分钟洗好他的锅。妈妈讲，怎么你等我1分钟洗锅的？我讲，因为我们那个 YouTube 的 live 有的看，那个 Facebook 的 live 有的看剩几秒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呢，在等安迪煮下一道菜，安迪准备炒菜了。我现在去看安迪的卤肉、卤鸡蛋、卤豆腐煮到怎样了。Wait 啊， are you look at this? Just now you say you don't want to say hi to everybody, so I don't want to focus on you already. Hello.You want the bowl ah? What's bowl? Do they don't have bowl? Do they only have the egg, 豆腐，还有我们的肉？妈咪是说，她今天用的那个肉呢，她是用那个猪肉的前腿啊，妈咪。猪肉的前腿肉，就是我们讲的泰南，应该是。你看它的肉是这样子的，长这个样子的。可是我看起来有点像我们吃那个扣肉的肉的那个款式这样子，妈咪。是吗？扣肉是这样子吗 ？You want bowl 啊？以后呢 ？I give you one bowl here 啊 ，Hold on， 那 ，OK，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鸡蛋，这个鸡蛋哦，是不是要撒熟了鸡蛋才丢下去？所以放鸡蛋之前哦，记得要先把它煮熟了，才可以放下去卤。然后还有我们的豆腐。因为我们现在买不到新鲜的豆腐哦，都是买那种包装的。可是呢，包装豆腐其实也蛮好吃的，就是现在有什么材料就就地取材就好了。这个好像是妈咪讲的八角哎，是吗？可是妈咪这没有八个角哎，断掉了。哦，断掉了。它原本就是长这个颜色的，我找一下有没有一个完完整整的八角给大家看啊。我很怕哦，我一直捞，等一下捞坏我的那个豆腐了。因为每个口边，他们吃的东西全部散散的。等一下啊，我找一下八角。八角长什么样子啊？我找一下。对呀、啊，有些人没有看过八角长什么样子的啊，妈咪。妈咪在炒菜了，妈咪在炒菜了。找不到，我放弃了。我现在把它推回去，不然等一下没有裹到均匀。现在把妈咪的那个卤肉、卤蛋推均匀它。嘿、hey, ，差不多啦 ，OK， 我现在要盖锅了，我们继续卤，继续卤呢，卤到它更入味，然后晚上我们吃就更好吃啦。然后现在呢，妈咪就在炒着她的菜了。妈咪，这个叫什么菜哦？豆苗。豆苗啊，好像我第一次拍你煮豆苗嘞，是啊，叫部队锅乱乱煮啊？什么叫部队锅？卡门。等一下我才去看你的直播一下，部队锅，他们讲他今天煮部队锅，等一下我去看他煮到怎样。B K， 你就看安迪大显身手就好了，我现在换一个角度拍。啊，等一下啊，我找给你啊，等我一下，应该是在这边，等我一下。哎呀，哎呀。有啦，我找一下，这个可以吗？够大吗？可以。
就是要找那个大哥，这太小哥。大哥啦，要问一下，二姐去前面找一下，在这边、啊，你找给妈咪一下。哇，妈咪啊，那个会烫我嘞，王地苗。来，别来了。来来来，二姐来，二姐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妈咪要上菜了，快点要上了要上了。来这边这边。这边他们应该是哪去哪里放我的？这边放这边。倒霉有办法来去。凤水拿去放了瓜，可是不可能他们拿你的盘啊，没有人吃饭用这样大个盘啊。妈咪的王地苗在炒着啦，有没有很漂亮这个颜色？看一下有人收去没有？啊，地放下面嘛。先用这个先。我们今天很奇怪哦，我们家里这样多盘，一盘都找不到哎。二姐你看对我吧，哦对。我看了人家店行到路收掉了。无可能啊，你收起来做咩啊？就看无得影啦。妈妈找不到她的盘，不用紧，我们现在看到有什么盘，我们就先装我们的帝王苗先。所以妈咪炒菜哦的 formula 是这样子的，一定是放油，either是爆香蒜米、爆香虾米，不然就是爆香姜鱼子。然后爆香过后呢，我们就放菜下去煮。没有没有我没有拿。然后我们现在呢，等安迪把他的帝王苗的酱汁也放下去，然后我们就再炒下一道菜啦。我像第一次拍妈咪炒帝王苗耶，所以安迪吃不呀？快去问他们那个盘水哪去了，没有吗？安迪哦，炒菜在找他的盘去了哪里？妈咪做好了哦，我去放锅子了。好油啊！然后安迪呢就会把剩下的那个汤汁留下来，然后放我们的蚝油。我要扯掉了，扯掉了。安迪找到他的盘了，然后呢，妈妈就放蚝油。放了蚝油后呢，我们就弄热，然后就淋在这边上面了。OK， 来，我们那边。恩恩。One two three， 来。看到我们炒酱汁，妈咪炒酱汁，妈咪炒酱汁，恰恰恰，恰恰恰，然后快快的炒好酱汁过后呢，我们就会淋在我们的菜的上面，我们就可以盛盘了。然后我们就倒数念一秒、两秒、三秒、四秒、十秒，应该是好了，妈咪，上。每次差不多十秒就差不多勾芡嘛，这个算勾芡嘛？那我们的蚝油就淋在我们的菜上面，是不是很漂亮嘞？那个颜色突然间金黄金黄，再加一点绿色，然后整个感觉又上一层次了。现在呢，帮妈咪捧去我们的餐桌，哇，其实还蛮少的，所以记得在家煮饭一定要很小心。真的是烫的，然后这个我们刚才煮好的金瓜，阿瑞你可以过来这边 stand by 了。我们现在呢去看我妈妈的煮的另外一道菜，嘿，你看，中中中中中中啊！妈咪，你是要煮炒这个哈，豆豆哈？咪吃这个豆嘛？这个是什么两刀啊？两刀叫什么豆啊？两刀忘记叫什么豆了。羊角豆，嗯，羊角豆。我们每天在家哦，好像跟妈咪介绍煮饭哦、煮菜哦、炒菜哦，我很像在背那个菜这样，因为我很多菜名我都不懂。那我们现在锅洗好了后，我们就妈咪的油还没有放哎，妈咪就会放一点油，这是妈咪放一点油，这是爸爸今天哦煎那个姜鱼子爆香的那个油，就不要浪费。很香，那我们现在呢就爆香我们的姜鱼子啦。爆香过后呢，那我们就可以丢我们的菜下去炒啦。然后妈咪炒羊角豆呢，都喜欢放辣椒，因为放辣椒呢它就会更提味。然后喜欢吃辣的朋友啊，就看你个人口味，你喜欢放多辣。
很像我妈妈蛮会吃辣的，她基本上都会放一两条左右。可是妈咪以前好像没有把那个辣椒籽弄掉，哎，这样会不会太辣？哎呦！哇，我都已经呛到了。等下我们应该是会吃到很辣很辣。吃了这个羊角豆过后，应该晚上的上厕所应该会蛮疲困的啊。有味道，哎呦！妈咪，我以为你不会呛到，我都会被呛到，你竟然没有被呛到，很像爸爸杀不我们这样。你看妈妈又呛到了，爸爸杀不我们讲哦，那个辣椒没有辣，我们一丢下去，哇，一炒上来我就哈气了，味道真的是很呛。然后现在我们丢羊角豆下去炒，嘿，帮你，妈咪我帮你翻啊。然后我现在会翻菜了，我也有进步，当木匠翻菜了。所以呢，下次我们跟朋友去野餐哦，我可以带妈妈去，不会煮不用紧，我带妈妈去就好，然后带爸爸去做帮厨，妈妈去做主厨，这样我们去野餐呢，其实不会怕饿到了。以前哦，我大姐就会带我们去露营啊，然后我们就 BBQ 啊，我妈妈也是很聪明的，好像有时候忘记买那些锅啊，或者是我们忘记买那些放火炭的那些盘子啊，妈妈就会自己 DIY 咯。所以我妈妈是一个时尚全能的女人，然后不止能厨，还不能入，不能不止出得厅堂，也入得厨房。Spicy 啊 ，Rain， 我刚才已经被呛到了，等下你吃一下，你看辣不辣？我直接被呛到了呢，妈妈也是被呛到，爸爸讲哦不辣，我们两个一丢下去整个哈气啊，哇，我的鼻子很辛苦啊。他们阿瑞住在他自己的家，他住在我们后面呢，来这边吃晚餐，因为只有我妈妈家晚上有吃晚餐，又不用出去这样远，然后我们刚好全部住在附近，所以我们还有准备食物给邻给邻居吃。然后现在帮妈咪翻炒啦，帮妈咪翻炒，妈咪要放点水，谁再来放水啊？因为感觉很干哦。然后呢，我们炒豆类呢，其实都可以放大概适量的水，看你个人啊。因为我每次看妈咪哦，只有炒豆类呢，她才会加水，每次大概都是加大概半碗左右，小小碗的水，然后就让那个豆类的蔬菜呢，就在那边焖煮，炒一下它就熟了。然后现在妈咪放一点水下去。然后当你炒菜呢，你放水的话啦，也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前面有放油，所以有时候你很不小心的时候，它会爆，它会喷出来，所以就容易受伤。所以尽量呢，煮饭还是要小心一点，就不要太过大意。就是我看到很常哦，看到有人就是边炒菜然后边讲电话的，这样就很小心。因为有一天，万一等一下爆的时候，你的电话就丢下去煮了。哇，味道中我妈咪那个辣椒，太辣了、哦！哇。我很喜欢吃辣的朋友，你可以放多一点，可是我真的是不能顶那个太辣的那个味道，鼻子很辛苦啊。然后我们现在你看到它的黏液体也出来了，我们刚才放了一点水，大概半碗，不到半碗啊，适量的水啦。然后最重要是呢，放水是让它更容易炒熟。然后我们现在呢，等炒熟它，我们就可以起锅啦。然后再跟妈咪炒一下，妈咪现在呢在看着她的卤肉，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个我在炒菜，然后你们可以看妈咪的卤肉怎样子弄。然后呢，我现在还多了一个工作，可以拍。现在已经哦习惯就是拿着我的手机，然后给妈咪翻炒她的菜，然后还可以拍妈咪弄她的另外一盘菜，所以已经练到哦，已经知道怎样拿手机跟那个盘了，看到吗？然后我现在帮妈咪翻炒一下。你们会晕吗？我怕你们头晕了，因为我今天电话没有电哦，不能放 stabilizer， 所以可能我的手会抖。妈咪怎样知道熟了哎？你怎样知道熟了哎？软了就熟了。Henry 也上线看你啊。妈咪跟大家打招呼一下。Hello。在家吃得饱，身体健康最重要。然后现在呢？哇 ，Henry 讲他今天也是吃羊角豆哎。Henry， 我们心有灵犀，大家就是一起吃羊角豆。那安迪炒的羊角豆是辣的，所以
云清跟云清他们永清他们也是不能吃这样辣，安迪至少我看爸爸至少切了两三条的辣椒下去，两三条不多，我一到农村跟他换个啊哈哈哈哈。等一下哦，我们看等一下谁吃了头发会站起来，因为麦克有时吃到辣头发会站起来，所以这道菜是特别为他准备的。然后我们现在呢在翻炒着，炒到它熟就可以了。妈咪你怎样 test 它熟不熟耶？它熟了啊，我连连跟它炒干了，没有连连。哦，可是它这道菜不是黏黏的吗？没有水分就好了，等到它煮干为止。可是你怎样知道它熟耶？熟了啊，你看下去哦，剁下去哦，就是剁下去，按下去它可以开，就是熟了。所以在家也可以轻轻松松炒羊角豆。所以哦，看了安迪的频道过后哦，美食秀哦，美味秀，已经没有借口说在家不会炒菜了。所以我们明天呢，我们就帮妈咪炒菜，我们就对灯啊，可能一天一个人轮流挑战妈咪教的菜，不然的话哦，不然的话哦，我怕等下每一道菜都不好吃。所以挑战一刀就好了，每一天我们挑战一刀轮流炒，所以证明呢安迪教的美味秀教的任何食谱啊，其实在家谁都可以学，初学者也可以学，上手了的朋友啊也可以跟安迪学一些温馨 tips， 所以哦也可以让你煮饭呢更得心应手。那我们现在呢在等安迪炒完菜过后，我们就炒我们的另外一道菜，我们就要准备开饭啦。现在哦，在我结束我们的影片之前，我先偷偷再去看一下安迪的卤蛋卤到怎样了。因为今天呢，我们的重头戏还是这个。One, two, three， 有没有很疗愈耶？有卤鸡蛋、卤肉，还有卤豆腐。我刚才 try to 找那个八角给大家看，我找不到哎，所以我的筷子的功夫没那么好。然后这个蛋呢，在你下锅之前呢，记得要卤熟啊，记得要煮熟了才可以放下去，要拔壳。然后呢，再把那个豆腐切丁，也可以放下去卤啦。然后这个鸡，这个猪肉呢，就是妈妈用那个猪的前腿肉拿下去卤。然后呢，她讲放了八角、姜片，然后呢，蒜米爆香就可以放下去了。然后这一整锅呢，其实没有加了任何酱油，我们只是加了蚝油，还有加了我们的晒油，也是我们讲的黑酱油，所以它就会上色啦。看到它上色的颜色就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姜片，如果你喜欢吃姜的人呢，想真的是吃姜的话，你可以放姜片。如果你觉得哎姜片可能刀工没那么好，你就切碎它就好了。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应该差不多。其实至少要卤多久啊？一个小时要吗？你要卤要哦。他说卤鸡蛋、卤肉啊，还有卤豆腐呢，至少要卤大概一个小时，它才慢慢入味。而且你要用小火给它卤，然后这样呢，它的味道才会进去你的那个食物食材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呢，尽量让很多食材浸泡到妈咪的酱汁。妈咪，它的那个水好像变少了哎，要加水吗？你这个变少了的水要加水吗？不用哈，就这样子给它卤，它就熟了啦。都关火了都没有熟了，所以是这样子给它焖着啦。 OK， 我把它关回去了。没有火了还会喷我，吓到我。然后妈咪现在呢炒最后一道菜，我们就要大功告成啦。有没有看安迪炒菜很像很疗愈耶？因为安迪哦炒菜哦的 SOP 是非常容易学。我再 repeat 一次，我们就是放油爆香蒜米，或者是爆香我们的姜鱼子，不然就是爆香我们的虾米，就这样子轻轻松松爆香过后呢，等到它差不多呈现黄色，有点金黄色，可不是黑椒的金黄哦，那个叫黑黄色，我们就给它爆香。当你嗅到很香的那个蒜米味扑鼻而来的时候，你才放你的菜。然后现在我们再爆香这啦，来，我们来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安迪爆香大概30秒后呢，他就会放了他的菜啦。然后你看安迪倒菜是很大气的，
阿咪，你倒很大气的菜下去。要搞出来再来。来，其实哈、哦，我觉得煮饭呢，最重要是心情要愉快，不然哦，我觉得一个人哦，他脸黑黑在煮那个饭也会不好吃。你看安迪，他炒菜一定心情很好的。就我们哦，煮饭呢，其实有时候还是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呢，你炒什么都会比较好吃一点。你看安迪炒菜。我家的锅是很小，如果你家的锅是比较大的啊，就很容易煮。你像安迪的锅呢，因为我家的锅是 limited item 来的，就是我们很少煮，所以来来去去呢，就是那几个锅比较容易煮而已。好，现在我们等安迪翻炒他的菜啦。来，我们来炒炒炒，炒炒炒。妈咪，下次我们可以放一首炒菜的歌嘞。好，以前打扫不是有一个首歌叫洗刷刷洗刷刷咩？我们再下次找一个，有谁可以建议我有没有炒菜的歌？所以下次我在讲我的 live 的时候，我不会就从头讲到尾，可以播一点歌。所以安迪炒也是有比较有节奏，安迪可以炒一耳一耳炒一耳炒这样子，好像当兵这样子。然后安迪炒菜呢，爆香过后放了菜，然后我们就现在就炒大概2到3分钟就可以啦。嘿嘿嘿，所以安迪的功夫。其实不难学，最重要是有心学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大概炒了1分钟、2分钟后呢，我们就调味啦。安迪就放他的盐，然后放一点味噌，然后下去炒，再炒，再炒就可以了。因为菜呢是非常容易熟的，而且它本身会生水分，所以当你在炒菜的时候，安迪之前有讲过，一定不要加水，因为它会自己生水。看到吗？它生水的样子。你看，虽然我们只放油炒哦，可是它的那个锅还就出点水了。停一下，我们静静听它的3秒钟，有没有嘶嘶嘶的声音？看到吗？它开始已经有生水了。然后我们在调味过后呢，炒多1分钟就好了。其实基本上我发现到菜其实不会很难，就大概5分钟就轻轻松松炒一道菜了。然后现在呢，妈咪现在要开始准备收了我们的锅，因为我们七七八八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炒的最后一道菜，然后我们过后就要好了。现在在等安迪，我们现在准备备饭的节奏啦，可以开始准备饭了。恩恩 ，Come go go up，come down to have the dinner here。我们要开始吃饭呢，阿瑞可以过来了，安迪煮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在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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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来把安迪炒一下，嘿，我们差不多了，要起锅了，我们现在呢给妈咪起锅了，妈咪刚才在 complain 她的盘去哪里，现在全部的盘都找到了，原来是有人收进去厨，所以她找不到，嘿。我们现在呢，等安迪把那些盛盘在我们的盘过后，我们就可以上菜啦。好啦，然后你再看安迪怎样1分钟洗锅。我跟安迪讲，安迪其实你洗锅1分钟而已。喊师妹师妹，这么你懂的？我讲，因为我们的 live 哦 ，Facebook live 哦是有 record 的，他可以看回我们大概讲多少分钟，然后去看一下数一下就知道了。你看安迪每次哈、哦，一定。每个人煮完饭过后呢，他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马上把厨房擦干净，这个是每个厨师都主厨都应该要有的责任心，还有保持干净，因为如果你厨房啊习惯不清洗啊，也会很容易引蟑螂。所以我们现在呢在等安迪，看安迪用最快的速度呢怎样清理他的厨房。你看安迪轻轻松松不到3分钟就把他的厨房抹得干干净净啦，而且哦，发现到那天我抹的时候，对吗？其实热的时候比较容易抹，因为热的时候啊，它碰到水啊，然后热嘛，它就容易不会粘在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些厨具里面，然后也比较容易抹。然后现在呢，安迪现在在抹这了啊 ，BK 讲，阿瑞每次讲。Clean first before eat， 要清洁了，在吃之前要清洁先。BK 这个有点不大一样，因为安迪是负责煮嘛，所以安迪也是很有责任感的，也要把
厨房弄干净。就是阿瑞每次是讲你每次用了没有洗干净，谁还被他讲？对，一定的。米克安迪还跟你讲对。那我们现在啊，差不多七七八八了，安迪也骂多一下子就好了。然后呢，在我们 say goodbye to everybody 的时候，我们再给安迪他的安迪的招牌，跟大家说拜拜。拜拜。Love.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